蓝色的嘢食，大家一定会想起蓝莓。咁蓝色的嘢饮呢？近月唔少餐厅同埋饮品铺都推出咗大热嘅紫蓝色饮品，仲声称冇人造色素添。咩嚟噶？咁神奇？原来系含有丰富天然抗氧化物花青素，嚟自泰国嘅蝶豆花啊！嗱嗱嗱喂，唔系蝶豆饭啦！蝶豆花有美容养颜嘅功效，仲可以减脂同抗发炎。由于含有丰富嘅花青素，所以仲有护眼、防止眼睛疲劳嘅功效。少量干嘅蝶豆花已经可以令水变成深蓝色，越浸得耐仲会越深色添噶。不过饮落去就只系有啲草青味。咦？原来加啲柠檬汁仲会变紫色添啊！咁就会变咗柠檬味啦。哇！这个龙猫布丁好卡哇伊啊！网上有不少教人用蝶豆花整的甜品，大家得闲不妨试下整啦。如果不想下下出去饮品铺买，都可以自己在啲卖健康食品或者泰国香料的铺头找下价，不过都不便宜。我哋买翻嚟$28大概有10克，可以冲到十几杯啦。最后最后，由于蝶豆花还有通经和收缩子宫的效用，所以孕妇和来紧 M 的女士就不要喝了。